这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说话。蠢货，你怎么敢随意和我师父攀谈？你怎么敢的呀？你这啥笔啊？我这啥笔是将你勾心地府的万魔引魂笔，我就算用了长龙小刀也赢不了我。救我！是燕兰的灵力，海神威严，神兽不可侵犯。江北，是传人，给我死在这里！